对，我们终于要把我们最后纸片马里奥最后一个世界，我们终于要进去了。先看一下道具，我明有点明显的不足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我应该选最下面那一个才对，第一次零元呢。虽然我不知道那个要干嘛的啦。中途他应该会给我们很多的道具，所以我们不用花太多的钱买这个。只是我怕中途会死太激烈而已。那你就要准备喽。看人的一面，开玩笑的啦。变大了。我今天目的是把这把全部就全部拍完了。再次来到了暗黑城。现在你还可以回去，就是你进去里面就，这个就是你进到暗黑了，你到里面就不能再进去了。可是你在外面就可以，你可能进到外面就可以，你就可以进去。它暗黑城的规则是这样，可是我劝你不要回去好了啦。我劝你们，那看你们要不要，为了节省一点时间。关还算比较简单一点，看比较善待。那里面就是我们当初刚刚那个门啊，就是我们碧姬公主那个什么，我们在救碧姬公主，要救碧姬公主出来的时候的那个。
暗黑城会给你比较多的这个宝物。谁会想要的干？只有一只吧，我记得没记错，只有一只。然后你进去城堡里面呢，哎，还是可以哦，我之前就不行了，很奇怪，我之前就不行了，很奇怪。奇怪的时候我之前就不行了。喷错的话，你就等它熄灭再来。你等一下看它楼梯非常的大。好，等一下打那个魔王，我用一招剑的方法。然后每一次我们会损失一个角色，每一关啊。我们会损失地光，损失库巴，然后再是 BG 公主，最后然后再是路易吉。然后我们会损失库巴，这个比较有利的。
天塔下还有高个子顶着，它是一根梁柱而已啦。公主不要再等了啦，你八字就是因为等人家，然后才结果自己才死的，别忘记了。通常这个时候。这个时候碧姬公主比较有理智一点，这种时候碧姬公主比较有理智。好，简单的过关了。